就第一眼就感觉好可爱。好，我很开心，所以给你讲一个。好的，我今天巨开心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礼物给他美了。什么？我失恋了。是哪？去你心里。我是九，你是三，除了你还是你。这不为什么有一种老夫老妻的感觉了？我的天。杰瑞，你不要站在旁边。我的好感是这种态势，可能没有到那种火山撞地球那种感觉。本来以为他俩都要锁死了。好感归好感，合适归合适，还没有到那个状态。什么意思啊？哇，阿卓的眼神真的有点凶啊！这怎么说话说仨样呢？